这是我第一次拍陶瓷打包的视频，小姐姐要了一个美人鱼的三格盘，一个贝壳的洗手液瓶，这是一个朱光釉的美人鱼笔筒，还是朱光釉的花朵摆件，瓢虫的小奶壶，火烈鸟的小食盆，小汽车的食盆，一套高温的勺子，一套密封的勺子，这是三件套的密封勺子，一个鲸鱼的小勺子，挖粮超方便，一个白胡子的老头摆件，小蛋糕的摆件，有点小瑕疵的瓢虫，剩下的都是小姐姐抢到的福利啦。手速太好了，福利一共送了10个，她抢到了3个，因为是 VIP 老顾客啦，再送个小象。接下来是第二位小姐姐的4个不同颜色的猫头鹰，南瓜的小碗，精灵的小窝，然后选了很多仙人掌的碗，还有一个仙人掌的小罐子。第三位小姐姐的仙人掌的窝窝，一个性价比超高的无底青蛙躲避，仙人掌的水樽，很薄的青蛙牌子摆件，树脂实心的小矮人。第四位小姐姐的2个超好看的精灵碗，小猪的厕所，维尼的大碗，小麋鹿的摆件，还有一个精灵的花叉。最后一位小姐姐要了一个草莓窝窝，仙人掌窝，还有一个小老虎的勺子。陶瓷分享结束啦。